又是你們，大家好，又是我鹹蛋哥，今天來到這個小島，遠離煩囂，拋開煩惱。普溜大人是南亞柔佛州利海的一個小島，它距離豐盛港外海大約有65km，比布溜士布或者布溜流正要更远。从丰盛港码头乘坐快艇的话，都要大约2小时多才可以到达岛上，或者去比其他岛离海岸更远的缘故，所以这里的沙滩和海水都显得格外干净。亦因为这里远离城市，所以在电子信息极度微弱的情况下，岛上几乎与外界断绝联系。在这里度假仿佛一切回归原始，如果想找一处可以暂时避开都市烦恼的清幽之地的话，这里或者会适合你。大家好，又是我咸蛋哥，现在是凌晨的3:30，要从我家出发去一个神秘的地方。凌晨4:00，我们正式上路。由于我喜欢开夜车，所以落南亚驾驶任务由我担当，整整4小时的驾驶路程，完全没有消息，咸蛋哥依然宝刀未露啊！而家是8:30，未到南亚嘅墨色，呢度系一个码头，准备攞啲行李去上船。我哋就谂住换码头柜，但系间嘢仲未开啊！好啦，而家我哋上船啦。今日个海面有啲小风浪，搞到我哋乘坐呢程快艇嗰阵被戳到五脏二位。如果唔系食咗云龙丸嘅话，肯定呕到扑街。坐咗2个钟头快艇，而家要换船仔过岛。真开4个几钟头嘅车，再坐2个钟头嘅快艇，坐到我五脏六腑都就快出晒嚟。好啊，前面呢间就系我哋今晚会住嘅房啦。咁呢度嘅房咧就比较简陋啲。就有一个 double deck 的床，有简单的厕所，打开窗帘就是一个向海的无敌海景，几正下嘅呢度都。咁呢间房有啲问题，咁我哋而家又转去另外一间啦，就系呢间啦。依间就冇无敌海景啊，比较遗憾啲。但系正如我间咧，厕所系有问题啊，会漏水啊。咁呢度，好啦，今日嘅午餐咧就虽然比较简单啲，但系有一个无敌海景啊。啱啱食咗晏，而家去沙滩度行下，享受一下海风。而家系下午4:30，正话我就 hea 咗大半走噶啦。而家我哋有一个活动，就去行山。行咗咁多次山，今次系一次行山嘅过程，做背景系可以睇到海景嘅。咦，睇到。正话我哋咧就从嗰度冚呢啲石冚过嚟噶，有少少难度嘅。
继续向前。好啦，呢度有一段有少少难度嘅，不过系可以克服嘅，继续上路。本来冇谂住上到嚟嘅，但系终于都系上咗嚟啦。旁边有无敌海景啊！哇！嚟到呢个山顶，可以睇到个无敌海景，真系好正。不过可惜啊，飞机仔今日飞唔起，因为程式问题。带到飞机仔嚟，但系冇得航拍，嗰种心情真系好鬼肉酸啊！看到我身后边呢个无敌海景，就已经证明咗我上咗去又落咗呢个山啦。咁呢座山嘅难度咧，我觉得系因为有一段路系需要爬绳上嘅，而嗰段爬绳上嘅路系我目前为止需要爬绳最长嘅一段路。而家系下昼六点，即系话我哋上嗰阵系四点半，上落就用咗个半钟啦。现在是傍晚的七点，我就去寮床那里睡了个靓觉，现在我就去吃饭餐了。Thank you.